二三四岁开始培养，但是遇到他们也没辙，因为他们才六岁跟八岁，太小了，对不对？摩林格尔，对不对？最小，他们是最小的，最小的。但台湾已经发片了，而且人家真的是小燕姐的那个旗下艺人呢。搞跪下，真的要小心黄子佼哦。不要乱讲啦，可以先看表演。